中最受大家瞩目的永远的军中情人方继伟。刚刚前面的歌手，因为他们没有很高，我172.5，我的号称173。哎，处长，听说那个刚何方说找到处长找年纪比较大的，哦，不是，是年纪比较轻的。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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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谢谢，我也是为了配合你身高，我穿布鞋。谢谢。
我要坐在哪里说 V？ 这个时候呢，我们要请方继伟成为我们的台东 V 型人。我们请文化处中青国中处长以及我们社会处的陈淑兰陈处长，两位处长代表我们台东县府团队呢，邀请方继伟成为我们的台东 V 型人。现场的朋友，我们也跟方继伟一起成为台东 V 型人。我们请看一下台前的摄影镜头，我们请看一下我们舞台上的媒体记者，大家一起比个 V， 我们都是台东 V 型人。哇哦，欢迎方继伟跟我们一起成为台东 V 型人，再一次热情的掌声，所有的台东 V 型人，我们热情的掌声欢迎。哇哦，现在呢，这个场面呢，我们的摄影记者说，不好意思，现场呢人太多太多了，所以我们要麻烦大家哦，深呼吸一口气憋住，我们待会儿呢三秒钟的时间，我们的镜头要从右手边舞台前方右手边扫到左手边，我们要拍全景。拍全景的时候呢，大家请不要有其他的动作哦，不要转头看方继伟哦，你要看摄影镜头，不然你就模糊掉了。好，我们再一次，大家一起成为台东 V 型人，我们要比个 V 哦，看向台前的摄影镜头，来，我们都是台东 V 型人，看向台前的镜头，谢谢当泥板女神，我们永远的军中情人方继伟，跟我们一起成为台东的 V 型人，谢谢现场的朋友。哇哦，这个画面好美哦，我们非常非常多的乡亲以台东 V 型人为荣，我们邀请所有的女神呢都可跟我们一起成为台东 V 型人，谢谢，再一次谢谢现场所有的朋友，谢谢我们台上的媒体记者以及所有的工作团队长，谢谢方继伟成为我们台东 V 型人，接下来为大家送上是什么样的歌曲呢？虾米想到梦里头，我今年25岁。像我这个有情的人，一定在人潮中经常有梦。深夜之中，最爱的时候，就是在梦里头。尤其是感情之中，永远骗不了自己好。总得牵着走，拥着你。
什么时候藏天变了心，哦，太棒了，喜欢听吗？喜欢。再一次喜欢听吗？喜欢。好，那现在唱这首歌愿苍天变了心。谢谢。这里有我，有人买我的书岁月酿的柠檬红茶，来我亲一下。心，如果让你离开。
算是伤心，也当作是游戏。时空阻隔，岂止长路迢迢，情丝缠绕，岂是长发飘飘？那红尘俗世的人，为什么总是多情人烦恼？草坪真的是很好的一个草坪哦，小心不要踢到。谢谢谢谢谢谢，我再唱一首好不好？哦，我想要唱的一首歌，谢谢谢谢，大家都好热情。我以为你们不会来。哦，谢谢谢谢。啊，好。他们是属于老粉丝。好，接下来要唱《海鸥飞呀飞》。好，好不好？好，《海鸥飞呀飞》可以放音乐了。我不想放，只好清唱了。
些天长地久的誓言，让它留在茫茫大海中，等着一一收回。海鸥飞，我的心也飞，不再依恋。从此天南地北让你追，追到千山万水之